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无记日，要向大家分享的俗语是：鸡公西卵鸡。鸡公西卵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卵鸡？卵鸡是去判卵啊鸡？那是叫食卵饭的。以前的钱是用银还是铜做的，若是用塑胶做的还是电镀的，那就是变作假的，那叫做卵钱。假钱就对了啦，现在就说做假钞，所以说假公西卵钱就是假给皇宫假一片钱，可做金公锁。金公洞拢爱有三四个以上，好好好，才有法度甲人骗。但是即马金公洞已经退流行啦，爱有三四个才有法度甲人骗。无偌久以前，社会新闻就咧报假的检察官有无？小六，小学啊六年尔尔的，小学啊六年。有诶，用电话就会甲人骗啊！电话哦，电话敲来两声就甲你挂掉。你若搁甲敲倒转去，甲敲倒转去，听讲一分钟你爱付几落十块诶费用。啊，有诶是甲你讲，你存款不足，也是讲欠啥物钱，叫你去汇钱，去 ATM 转钱。你若去 ATM 操作，安尼钱就去用替人砍砍砍。咱今仔日甲大家分享的意思，就是钱爱家己去赚，唔通小贪两家人。多谢大家。